将球以弹跳方式使球弹入洞口，两人协力把球弹至洞里，连成一条线即可完成。将球放置球架上，使用球杆把球打入洞里，球盒内放置三颗磁铁，可将球架移动位置，两人协力把球打至洞里，连成一条线即可完成。将两人分组，一位为黄队，另外为红队。球放置台内，以转动棍子的方式把球踢入对方球门，即可获得一分。设计好路线后，两人以摆动箱子方式将球滚出出口，即可完成。